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新绝招双骄三》。那我们现在打完 UZ 学院之后，我们要去林方找江小鱼跟江武缺，找他们讨论如何讨伐江玉郎跟孤苍雁哈。江小鱼他们。有升级要以久等了，现在升也没什么屁用了。夏夏，你辛苦了，江湖两大魔头，你爹都想出解决的方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爹他编了一套流言，万象窟下有个神武宫，神武宫中有座封禅台，只要谁在封禅台上向苍天祷告，就能入列仙品而封神。这样子的话，江玉郎和顾苍雁这两个家伙一定会真的想当神。又啦，这办法真是太妙了，他们也打得昏天暗地，两败俱伤。可是莫非小鱼儿和无缺叔叔想去坐收渔翁之利？巧巧，你实在太聪明了，小夏与云儿的爹这下都前往神武宫，想合力为世人除祸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快去神武宫支援爹爹，击败剩下的魔头吧。我不甘心，只要再吸一只狐仙的血，现在倒下的就是你。可喜可恨，失败者永远只有无穷的借口。就算再吸百只狐仙的血，打不赢我上神诀第三层神功。加入麾下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咱们共创上神大业，毁天灭地，随心所欲。你利用我这么多年，为了击败你，我连妻女都牺牲了，我怎么可能再相信你？哼，我最讨厌别人拒绝，明明有上神诀的好处，每个人仍然不愿意加入我阵营。难道一定要把你们打伤打死，才愿意承认我这个天尊的存在？你不是天尊，这世间只该有一个神，那就是我江玉郎大神。我要封神，我要获得新的力量。我要那你解我的血印。不服从我者有你何用？江玉郎带强烈的恨与邪气的掌法，竟然能突破第三重功体，本天尊失算的，要是这时候有人来袭，莫非封神之事是你的鬼谋？道哥，这老头总算是不是笨蛋，他跟江玉郎勾腰过，现在大概跟燕伯伯差不多强吧。别让他有喘息的机会。杨子与婴儿的未来就靠我们守护。二弟，动手。哦，我们跟胡英讲话。姐姐，胡英好担心你们。玉妹，你暂时乖乖待在这里，我们解决孤苍雁和江玉郎的事，姐姐一定回来陪你。嗯，胡英一定会乖乖的，姐姐不能食言哦。胡英会在这里帮忙祭祀火狐族人的。小哥哥，谢谢你选择救了我，这是我珍藏的宝物，你收下吧。上阳福姐，好，走吧。还在睡觉。好，一样，走。
好，神武宫入口。这边有敌人吗？哎、欸，有敌人，怎么是虎皇？啊，是这样子啊、哦，他有点不想付钱啊、哦。是这个吗？这么长啊、哦？怎么都是神武功？把这个打开就可以了。哦，有限时间啊、哦，还有限时间啊！哦，天哪、啊，这个封城塔一定很近的，我们行动得快一点。爹，你一定要等我们赶到。爹，你的伤。爹不打紧，二弟说要打下豪宅，累死那顾长烟，等会儿换爹一点上阵。我爹该不还在里头？顾长烟跟咱们龙勇大战了快十回合，剩下的战力小妖他们能应付的。慢手，臭老爹，小看我们，走，就去顾长烟去。二弟，你该不会是想应承替我争取休息时间？这太勉强了，我们说好公平对付顾长燕的。大哥这傻愣，老婆为你守了这么多年，儿子降了后也没讲过两句话，为什么眼巴巴的让你去白白送死？不过倒是苦了我自己，肋骨断了几根，左脚也不灵活了，再站下去，我能不能活着走出凤城台都未可知。大哥，说这什么话，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啊。我见小夏好像心有花姑娘，花姑娘又对女儿有意思，希望你有空请女儿让出媳妇。二弟，到这个关头你还说笑，你不想当年新郎的事情，年轻人的感情，年轻人自己会摸出头绪的。是啊，做父母的何必这么操心，这时代的光环是该转到他们身上了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阵子。可恶，你们这些阴魂不散的僵尸父子，本天尊失算，神功盖世不如诡计百端，要是我能撑过此战，绝就要让这恶劣的小玉儿千刀万剐，尸骨无存。老爹这冤仇结可大了，做他儿子真累，要是不娶到孤山燕，只怕娘亲做了寡妇后每天说我是不孝子。你率你手下用上神诀的功夫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，罪恶盈满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。欢喜臭皇帝的刽子手竟然教训本天尊来了，可惜啊，让天尊教训我们这群黄毛团儿。哇塞，这紫气东来啊，上神望威哦。那、啊、才两万，哦，以前的 online 真的很多啊，哎、欸，我想想哦，哇、哦
哇，十点几都10万多，超爽。冰心卷上神灰飞，弄一下那个龙翔断左肩痛不痛？江云超强啊！OK， 也是10万多，但是天花飞仙的连击比较多。我用完冰心诀就不痛了。啊，愣逼！被雷打比较痛而已。年纪大，根基深厚，江一男太年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练成上身就是老夫。怎么可能输给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？哎，好弱哦！我觉得没什么难度啊，还是因为我挑战过 UZ 学院的关系。终于解决这棘手的魔头。为什么不把老夫杀了？你已经被打到真元散尽，是一个不会武功的平常人了。我们不是残忍的禽兽。事情解决了，云大哥，我们快出去看看爹爹的伤势吧。我们跟他讲个话，不能跟他讲话。好，走喽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娘亲？你娘深爱着我，我只是拿她的爱发挥到极限，升华到牺牲地步，难道不是爱的表现？这是儿媳最大的幸福啊！你常常杀害或活捉这么多条无辜的生命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原谅你的说辞了。原谅，那是你个人的习惯。我有请任何人原谅吗？我不需要任何人原谅，只有我有资格考虑原谅别人。我狐族每天一动物藏鬼，过得浑浑噩噩，吃喝拉撒，求爱交配，然后就等着生病老死，日复一日，毫无意义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他们的血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被玉兰大神取用，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情啊！诺狐，你该替族人感到欣慰才是。你胡说！我狐族死在你这种人手里才是冤枉，让你有更大的妖力迫害无辜的生命，你疯狂自大的言辞，令人发指。这世间万物本来就是我掌中之物，与其欲求又何不对？孤苍雁的狂，只想一统江湖，想当武林之中的虚名。可这家伙疯了，彻彻底底的疯了。他认为这天地是以他为中心在运转，让他除了神武功，人世一定变为地狱。
想要阻拦我？还想跟你们好好算一算跨越三代的仇恨？等我解决你们以后，就轮到小鱼儿和江无缺了。好，开打，先用杀意。哇，好痛哦！先用冰心诀哦。应该不会太强吧？29777，靠背哦，干！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后面会怎样，但我忘记换没。打那么快啊！好，我很不甘心，我不可能被门下的那蝼蚁击败，我还要血，我要更多更强的血，有火狐族的血脉更好。古藏的残留的上神诀与火狐族的血脉，竟然能产生这么大的共鸣，我又重获新生了，威力更加强大了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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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怒狐，公子，怒狐他要活着！你这个变态疯子！连最后一个火狐族人都不放过，来呀，对我下手啊！只要杀了我，我狐也会一并死去。卑鄙！不要管我，你们动手吧，千万别让他再伤害任何人了。你闭嘴！只要跟我融合在一起，就能千古长存，统御所有森林。火狐族的神位得以彰显，火狐族的历史才得以流传。不要，火狐族的力量不该是这样子的。你这么讨厌我，我就要让你更加痛苦。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我杀你的同伴，然后再杀更多、更多的人。每天用鲜血替你洗脸，用临时的惨叫声为你奏出最动听的乐章。今日即使牺牲性命，也要封住你无尽的罪业。怒火，等我想办法把你救出来。来，开打。Again， 有点痛，没关系啊，我有补药。补药都用到什么时候？用到现在啊？有全体的吗？没有。有吧？啊，干，只能补自己啊！要换小小的，是不是该换了？又要重来。不是，我把华多石装备在巧巧身上。应该还可以撑一下。
什么不再瞧瞧你们在嘴的屁哦？刚才忘记没？你靠腰。你们别吵，要不要叫我死？我打赢给你们看。我靠，好痛，好痛！哎。好了，我还是死掉了。这贱女人，你干什么？我难道你违逆主人的力量？火狐族寒怨的血在沸腾，大家都不想成为你作恶的工具。放肆！你们这些低等畜生的血，也想干预我？统统给我安静下去！这些妖力全部都得听我的。哎，是不是快挂了？他是不是快挂了？快快快快快快打赢！快打赢了！江鱼，呀，赢了！能够除掉这场灾祸。保护更多的生命，火狐圣女的职责尽到了。谢谢你无私的刀，公子。愿你跟所爱的女孩幸福。火狐，不要走，回来啊！我要在彼此变身。对了，还有犀牛的血，犀牛，过来吧，爹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别想打犀牛的主意，小鬼，你不过往昔替我吊血的狗，这可由不得你。不管是谁都好，只要能够救诺虎。莫加罗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那你占据我的身体吧。莫加罗，你回应我的呼唤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哼，我不是东西，我是诺虎的爱人，而你只是一种不懂得爱的垃圾。好强的压迫感，想把我魂魄都吞噬掉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的身体比江翔那个白痴要有用的多了，我要霸占你的身体。啊，混蛋！看看你给我干的好事！莫加罗，你用尽全部的妖力，只为了把我换出来。江小愿意丧失身体，换取你回来，我怎么能够比他还要差劲？滚出去，滚出去啊！江玉郎，我最看不惯你利用欺骗恶极的感情。我们两个充满罪恶的灵魂，就一起向十八层地狱去吧。诺虎，公子，这里经过这么多次剧烈的战斗，已经快崩塌了。用御剑飞行离开吧，快走，还要救爹爹他们。
这场撼动武林的惊天浩劫，就在众人合力奋战下，终于告一段落，人世重新恢复久违的安乐祥和。3年以后，顾小仙仍然对黑西凤崇敬不已，目前在九州山庄内帮忙打理事务，也乃是山庄内的二小姐。现在雄霸还是跟以往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要跟着悄悄走，只是轩辕三光似乎不怎么满意女婿的赌技，不过没关系，雄霸的困境很快就会解套了。因为小小肚子里几个月大的小生命就快要问世，这家子可有的忙了。这小子长大以后一定是结合力量、速度、智慧，充满赌博心态的勇敢冒险雅贼。爱情场上华子英有爱于两个男人之间，一个曾经是他的真爱，一个曾经是如此爱他。子英的红线被牵到哪里去了，只有问月下老人才会知道。孩儿带新友回来看你们了。爹娘，你们安好？很好，你们的事情进行得如何？孩儿本来不敢开山立派，不过新友坚持要为他爹娘赎罪，风行居师父也支持，今日就会有成果。虽然这里曾是江湖上最恶的淡北影筹皇殿，今日由我们在此开山创立神剑门。神剑门由风行居师父担任开山祖师爷，我们教导弟子师自修身养气，以仙道建筑，积德行善，匡扶社稷。爹，还有今天带怒狐来是要……请慢，这种事情是该问爹娘的意见，对吧，小鱼叔叔？这，媳凤这一年来，常常缠着爹娘献殷勤，而且黑蜘蛛臭老爹的拜把兄弟，莫非？小鱼叔叔，你别走啊，替我主持公道啊！每次想到往事历历，就不禁惆怅。不要胡思乱想，今生今世有我好好陪着你，火狐族的血脉会继承下去的。这样不行哦，要把耳朵藏起来，不然给别人看到的话会惹来麻烦的，你别乱用小法术。他年纪还小，娘子就被苛责了。不行，小孩子会给你宠坏的。这些年来我对你不是一样宠爱吗？在孩子面前正经一些，死相。3年前你为了救我而牺牲，同时成全了其他人们的幸福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，莫加罗。哎，这是哦，结局的存档，我存一下。哎，可以存两个、哦。
好，那新九要双星交三正传的剧情就到此告一段落啦。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部直播游戏就是玩明月孤星啦。好，那喜欢这款游戏的朋友们就是欢迎就是去大肆的播放清单，把整个剧情都收看一次齁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LB 还有 Twitch。 谢谢大家会喜欢这款新九要双星交三的剧情，我们下一步就是直播新九要双星交前传啦，感谢各位。